可以可以，右手乘着软垫缓缓抬起右脚，试着翻身。他是陆军航特部下士秦良峰，四年前从1300尺高空坠落地面，四年来每天努力复健，双脚不断抖动，最后翻身成功。秦良峰累到不断喘气。 翻身看似小小动作，却是秦良峰四年来努力成果。由于伤到脊椎，复健之路好艰辛。秦爸爸看到儿子翻身成功影片，内心好激动。就那天他真的做到了，不过他那天做完以后他很累，你就看他的脚在抖动。 秦良峰高雄人，平时在国军总医院治疗。秦爸爸用脸书记录复健成果，po文写道：“想起你婴幼儿时的翻身，同样有着高兴，但今天却是多了难过和眼泪，因为这段路你走的不容易，很高兴你没有放弃，谢谢你又给爸爸妈妈希望。”他人生还要经历这个过程，我们当然是心里还蛮难过的啦。我跟我太太唯一能做就是陪他去走这段路，就是颈椎受伤、肌肉张力比较高的情况，他这些动作的执行是 会非常的困难。同综合副院长吴兆兴也感性表示，翻身不是起点，更不是终点。秦良峰早已经不是只能卧床的病人，挺过煎熬复健，彻底摆脱病痛。记者杨树、王书宏，高雄报道。淡方达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